全能神已说过，他不还权力，从日出到日落之处，从最纯美壮丽的西安神，主耶和华，他发出光辉，他要来临，并非默默无声，他前面有烈火，他四周有暴风，他传天地，作为他的真人，为要审判他自己的旨意。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我们的愿，在患难日就告诉耶和华，他必拯救我们，要荣耀他。